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 频道热门娱乐新闻一百六十三的主持人，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：王一博《风起洛阳》都被吐槽浮化到光影镜头语言，以后的剧组咋办？《风起洛阳》的品质真的很不错，很好了。拿放大镜三百六十度找缺点，过分挑剔真没必要。大实话。 国产剧整体水平就那样，现在的很多九分剧都一塌糊涂，人脸都是青的，一个中轴对称构图都能吹上天。一般的古装片把人拍进去就行，歪七扭八的角度构图也没人管。看过古装偶像剧吧？大众古偶的水平，那种都能成经典难忘，大量的特写、对脸、背景虚化，是他们不会拍吗？是抠门，背景舍不得做道具，随便铺铺就好。 就怕观众看出破绽，干脆虚化。有些剧别说景别了，道具都做得粗制滥造。洛阳这部剧，说真的是,是近几年的古装剧天花板了。《风起洛阳》这种调色自然、细节度高、摄影设备牛逼、景深大的，真的放眼五年内电视剧层面凤毛麟角。《风起洛阳》的道具，光说百里弘毅家里的各种模型。 各种文书上的字体都设计出因人而异的特点。风起洛阳光影运用是电影级别的，现在很少有几十集的电视剧肯在这方面如此下功夫了。就说室内打光，打光这点真的高级。为什么不用大屏光？因为要真实感。真实感不是那种低饱和暗色调搞出来的所谓质感。真实感就是你平时在家里什么光线，剧组灯光就打什么光。 知道室内打光要花多少时间多少钱吗？那些灯组搭起来要花大量时间，兼顾柔和自然，还要照亮人脸。大屏光是最节约成本的。风起洛阳的视频质量，我拉进 Vegas，不管用什么调色都不会出现不统一的情况。其他剧就得分片段调色，为什么？打光草率，后期靠调色补，就出现这种色调混乱的情况。但是风起洛阳不会。 他的四 K 版是可以上大荧幕的。有些人并不是在看剧，而是在找茬。他们这样的怎么样都不一定会开心。这网络上多的是没有判断力、盲目跟风和借着对剧挑剔却实则攻击演员的人。正常人应该都看得出，洛阳是真的用心的剧组。服化道、光影运作、镜头语言，这个剧都被网友太挑剔、苛刻吐槽。以后的剧和剧组咋办？风起洛阳。 我周围在看的都是一片夸，国内难得的良心剧了。